拉近一点，到这边，这边看到这个四，看看四跟五就是进来，然后这个 SD 这边没有接嘛，那我们如果说我们这边启动，它 A 门出来嘛，它是零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只要接到这个 M3，所以这个头目前是有专利的，把 M3 所以它那个接上去比较贵，这两个加起来目前的整个售价大概会，它收入就这样子，它就有了。如果我们把 M3 移掉，它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是 M3 的话要启动，它才会有四到五端子的进来，其他的客户可能就 OK 就这样。有些闪好停止。